烤凤凰，然后吃点水果。这个它的现在这些花花俏俏的 LED 灯是没有办法关掉的。这个是特地设计成这样子，就是它是有目的的。对，就是有目的，就是因为它就有些人啊，放在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喜欢这种 RGB 的一些效果。它是很奇怪的，它就是第一呢，它是要可视化；第二呢，它是有啊，这个没有任何意义，它不是什么插进去会亮还是干嘛的。它就单纯它就会跑马灯一样，看起来很帅这样。对，跑马灯一样。然后你插进去亮就这里了，你工作状态这里显示了啊，这样就显示了。你要插一下。你如果说你有手机的话，你是苹果吗？ Okay, okay, okay. 苹果是吧？没有，我有。快充吗？应该有吧。对，应该有吧。十瓦的。它是慢慢起来的，不是马上飞起来。对，它是慢慢起来。他要看你手机什么型号，什么牌子？小米的，小米的是吧？小米的好像不支持快充，它应该只支持到18吧？对，小米的不支持快充，华为的是可以的。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华为的是可以的，华为。不对啊，你这华为的不是个口的，那是安卓口是吧？这是我的手机。熊人就这样子啦，连个 C 口都用不上啦。那你们灯有 USB 充电吗？有。我这个也快满了，现在就是快充嘛。拿这个充。这是苹果，对啊，有电啊，还有电，等一下，那才12瓦而已。它慢慢起来，因为这个手机已经有69%了，就是如果说哦，可能我的也没有到，电不够，对，所以瓦数都没有很高。是，如果说你完全是空的，我给你试一下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有啊，这个我已经买过了。你买过吗？对啊，我已经买了，在家里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你在哪里买的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在那个 AliExpress， 因为台湾没有卖啊。啊，你去 AliExpress 买？对啊，就没有卖啊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搞到100瓦了，98、99瓦。Yeah， 起飞。啊，就跑起来了哈。所以手机的话是很看你手机本身的协议了。对，这个电池也是充满了，所以它就应该满了，所以对对对。如果说你， yeah. 如果说你是空的电池的话，它就可以充到100。有啊，我试过了，而且会很快，非常快。对啊，我重点是这个很小，我觉得很棒，我应该会再多买几个。你在 AliExpress 买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，应该90几吧，90几美金吧。这么贵？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要这么贵啊？怎样？你们那边卖很便宜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卖69美金啊。我看一下。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distributor 可能就是那个才多少。哦，44啦，啊，42，44，要打折的是吧？43，要打折扣的，40几块，对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还蛮便宜的啊，重点是还有100瓦，我觉得，你稍等 ，OK。